中秋模式打卡小技巧。哇，好好看啊，这个天好美啊，可以清晰的看到一整局游戏都是黑夜模式。你可以带上你的小伙伴来打卡拍照，不要太爽。接下来我就教一下大家如何开启。首先我们来到月亮打卡点，站在外面围栏，把黑夜模式按钮拉到顶，随后呢关闭网络，回到游戏拉满机跑，继续把黑夜模式按钮拉到顶，接着开启网络连接，就可以整局游戏都是黑夜模式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想取消这个黑夜模式呢也很简单，回到月亮打卡点就可以了。对了，本技巧不会影响游戏平衡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快去试试吧。哇，这个天好漂亮啊。